人吃人均100元的人气韩式烤肉，人有多快乐？幸福快乐的时刻，完美的美拉德反应。这一家，我私下会再来吃一次的。这伙伴征服了我，油润油香的。Hello， 这里是辣辣油。今天成都天气不好，想着出来吃一顿烤肉。高新这一边商场的6楼可以吃到很大版本的鱿鱼，各种小椅子露营的风格。Hello， 好酷啊！我好，好嘞，我一位。点菜。特色瘦牛、和牛雪花肉、辣鸡爪、章鱼水煎肉、一条大鱿鱼，来一份拌饭。拌冷面我没吃过，小料都免费的。生菜、辣白菜、紫萝卜、白萝卜、豆芽、麻酱蘸料，来一份。来自星星的哈密瓜冰淇淋甜点，这么一些。我好久没有吃烤肉了，之前吃的火锅粤菜比较多。好嘞，这些可以通通免费续，真的比手臂还长呢。烤肉还有个酷的瘦牛，搭配的蘸料。好嘞，烤肉饭搭配的汤，谢谢。冠军和牛雪花肉，章鱼水煎肉，下面是牛肉拌冷面。好嘞，谢谢。上菜是挺快的，我来可以烤的还是啥？好，可以帮忙烤是吗？太好了，日常咱们都是吃的汤冷面，这样舍得，我还没吃过呢。拌的冷面酸甜感更明显一些，每一口都有酱汁。细细的，有点韧性的冷面，挂附这些泡菜丝啊、黄瓜丝。太快乐了，这个碗很适合黄干饭。小姐可以开烤了，辛苦了。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大鱿鱼，简单的须须。还有剩子，大到锅都装不下，烤的滋啦滋啦响，再给它修剪一下，淋上特调辣酱，真的香迷糊了，辣炒年糕的那种甜辣酱汁，又 Q 弹弹有韧性，烤制的蜷缩成卷了，不错，嘘嘘紧致弹牙，今天的鱿鱼吃爽。这是啥？黏糊糊的，这是咱们家的秘制麻酱，现在是牛上骨头的。好嘞，幸福快乐的时刻，好嘞，配特色麻酱瘦牛，秘制神菜这么一卷儿，哇妈，一口神了，特别柔嫩。用神菜转过来，小萝卜，带一点甜口的麻酱饼，像很多种坚果碾碎成面，非常香醇。再来一片，谢谢。灵魂麻酱，多汁的肉香气让你欲罢不能。巨大料，草莓莓果，叔叔家们，辣鸡脚脚，炖的烂乎乎当中还带了点嚼劲儿。掌心的肉很胖乎，属于你吃了就停不下来的辣鸡脚，配一下饭吃，这么一大棚是我没有想到的。黄萝卜午餐肉、菠菜、肥牛、西葫芦、豆芽、胡萝卜丝。油润油香的，这一家我私下会再来吃一次的。这口饭征服了我，一口鸡脚，一口拌饭，
垫底还有一些年糕。章鱼水煎肉，像朵花似的。将配菜和小章鱼放特调汤汁里煮，等油煎至半熟，再放入汤汁吸味。热气腾腾的，你们是不是闻到了味道？好香啊！作为烤肉，分量真的太实诚了。全牛软软嫩嫩的，它很像极其浓缩的韩式辣火锅。清清脆的小章鱼，甜辣酱的风味融入了一点酸度，配一口饭吃。纹理好漂亮，脂肪分布特别均匀。完美的美拉德反应。好的，水烤肉好。好的，谢谢。肉香气超足的。今天真的太开心了吧！每咬的一口都极度的饱满，有油脂感。哈密瓜冰淇淋，是香草冰淇淋，奶味很足。我觉得这一家店比较适合周末的时候和朋友小聚。那今天的烤肉吃的超级的幸福，喜欢的话要点赞、评论、收藏哦。晚安，马克巴卡。而且这里的服务真的特别贴心到位。